人呢？在里头呢。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这事儿会论罪的。殿下有令旨，杖五十。这么重的罪才……殿下也没有办法。杖杀工人会伤了宽和的名声。是。但是。殿下虽存宽忍之心，奈何罪人自己体弱。陈内人，让他们行杖的时候，向腰上抬二三分。是。去吧。是，你先别管我是谁，他们就要来了。谁呀？我听到他们说，他们要打死你啊！是，殿下。不是殿下，殿下只是说要杖，是。是陈内人，一直让人欺负你的，也是他。我知道了，那就好。好，好什么呀？我后替我去送信的，也是姐姐吧？姐姐先躲躲吧。别让他们找到你。他们就要来了，那你怎么办呀？已经够了。好了，快去追！是。跑了？整个汉印所都找遍了，没有。现在宫门已经闭了，今儿月亮又大，他走不掉的。悄悄去找。是。那找到了之后。找到了之后，立刻拖回去打死。是。是此书不知天命，亦当学之自亡。陈念人，我替你值夜。是。
殿下多少衣服，陈大人补他干什么？他们总说女子只是男子的一件衣服，旧了，脏了，不喜欢了，就随手扔掉了。可我不这么想，人能够断手足，可能不穿衣吗？有什么能比穿旧了的衣服更贴身的？